发现了吧？又在偷藏好吃的。抓紧把我鸡蛋藏起来，不然一会一个月吃不上了。教你甜甜抢个东西吃，今天给你做个芥末蛋，让你一次吃个够。吃饭了。 你酸奶，我给你拿酸奶，你去偷藏我好吃的，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给你换过来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给我倒热水过来。哎，你咋那么多事儿？这不是来机会了，抓紧来个偷梁换柱。 啥情况？他碗里怎么还有蛋呢？咋又来一个？我咋有点蒙圈呢？哎呦我的妈！这些都该是我的啊！换来换去，都给我换跑。 刚才放的肠去哪了？咋找不到了？这咋成小的了？大肠咋也上他碗里了呢？还有这么多，今天真是赔到姥姥家了。这还有个漏网的鱼，抓紧吃吧。
天老公感冒了，我套路老公了，给老公准备两个鸡腿。哇哦，不错呀。吃饭了。来吧，今天给你准备的河粉是鸡腿，特意给你准备的。哎呀，你还是好心眼儿，我吃点。昨天我就上你当了，今天还能上你当？真的是，上面就放了。哎呀，特别后悔。过年了，你给我多备点。嗯。过年吃的腻歪，来点吃那的。哦。嗯。给你多备点河粉。嗯。哇。吃完了。啥情况？我说的给你特意准备了河粉，可以真准。有人。把个牛肉藏起来，味道一哈先唱。又在搞事情。我得迷惑一哈你。吃饭了。你拿什么钱？拿个手机呢？嗯，你往哪？我起来喽。啊？怎么变成小肠了呢？我有点卡了，我拿点水一下。怎么长这么多事儿了？吃个饭。来，干！来。今天看你能不能换明白。小样的，先让你得意一下。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哎呦我的妈！咋弄死呀？